间人多。啊？明天天还没见呢。今天终于把这个可以吃到了，昨天煮好的时候已经很晚了，然后今天又热一下，稍微，但是热着吃好吃，黏黏的黏黏糊糊那种。那才好，还是洗一下。给我一个位置。好。今天是第一次手术。不动很多呢。不动很多了，不动很多了，不动。即使是起好了也是这种颜色的，如果牛是白色的话比它看得要干净一点，然后如果是这个中间蹄子中间的部分你觉得毛火燎的不够好的话，你可以把它扔掉。如果血压高的人就不要一下子吃太多了。我血压低，我血压低。我血压高，我不能吃。哎呀，你也不错。彩蛋，吃的时候好吃，清理起来难了。